粉条。粉条啊。太鱼啊。太鱼啊。太鱼啊。大家143岁，廖俊碰碰合体，希望44万朝圣。人家是金童和大玉女，我们是母鸭和公鸡。红遍大江南北的黄金脱口秀组合廖俊碰碰是5、6年级生的共同回忆，他们曾一度让帽子天后凤飞飞笑嘎巴豆天啊。加起来143岁的妙拍档已知上网，近期碰碰在脸书发合体廖俊的影片，两人还是一样触鼻，勾起观众回忆杀。以前你跟杨幂两个人做那个，我是上游台湾啊，做那个也让你，托你们的福，我也知道长命百岁的台语怎么说了。每天那笑眯眯，快乐来过日子，你的岁数一定上少。我这八字。